等一下要去拿我上个礼拜买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就是刚好有个 deal， 就是你只要花100块，然后他就给你现金20块，然后下次购物使用。所以呢，我也刚好要买菜了，就刚好订一订，然后拿这个 deal。都拿到东西了，给你们开箱一下。是马铃薯，然后洋葱，然后这是洗碗的，这是咖啡，是超划算又便宜，然后又大罐，然后还有番茄，然后我买了两盒蛋，我们家吃蛋吃超快，然后还有鸡肉，煮饭的油，还有那种微波就可以吃的花椰菜，还有我喜欢吃的小番茄。去拿包裹，应该是前几天订的隐形眼镜，是前几天订的隐形眼镜，货到的还蛮快的。我现在是先拿到那个 N365 的隐形眼镜，这几副都是买一送一，好期待哦，看起来很漂亮。这个看起来跟那个 Owens 的很像。现在要来煮昨天腌好的这个韩国炖鸡，已经腌了一天了，应该很入味。Here we are right now, no longer 17.Have we been around? Got some years on us and a new bell as a sea. So we're here, let us still appear inside a dream. Let we let us still appear. 我们要去买西雅图的那叫什么、中文 Bubble Tea， 不是 Bubble Tea， 不是珍珠奶茶之间的名字。PPT 不是，我说中文。没有 PPT 啊，茶汤会，我们要去买茶汤会。拿到珍珠奶茶了，可惜他们今天没有那个 QQ 粉条。满足，好久没喝珍珠奶茶。我们现在来买炸鸡，今天就是一个很放纵的一天。你想要吃哪一个？我想要吃 crispy 的 golden fried chicken。好啊。这样好像就没有味道，对不对？
因为它就是原味。啊，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Thank you。拿到了，好期待回去吃。好爽，来吃炸鸡配蒸奶。来吃，你洗手吗？嗯，来吃。嗯，超好吃的。很 juicy。嗯。你不会喝太多东西，因为是啤酒。带 Bougie 出来散步，现在这边超多落叶，超漂亮的。再一次，再来买一点菜，有些东西还没有买到。红萝卜，那车子要吗？不用吧，我们只要买一点点。Medium cheddar.